大家好，今天想分享这本书。这本书很经典，这本书是我第一本的英文书，完全看完的英文书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本书是我第一本完全自己看完的英文书，所以很重要。将收据 attach 在后面，而且包埋。好，这个人识不识他？朱莉亚尼，之前的纽约市长。现在之前的纽约市长是 Michael Bloomberg。 Bloomberg 呢就是一个人来的，一个有钱人。Bloomberg 呢就开了 Bloomberg 这个 channel， 极有钱的了。 Bloomberg 是做 stock related 的东西。好了，这个人回到这个人，朱莉亚尼呢共和党人来的。想当年呢91恐怖袭击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纽约市市长。看这本书最深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911当日袭击呢，他就当然是没得睡，要去拯救生命，要安排调动的人。他老婆那天入院 cancer， 他医院都没去到去拯救生命，所以很深刻。但是留意，朱莉亚尼是共和党人，之后加入了特朗普的团队，是做他的律师。所以我曾经很崇拜的 leader 呢，之后就不再崇拜。证明了什么呢？就是看书呢，看书即是其一，另外呢你要通过看新闻或者接触多些资讯呢，去全面去了解一个人。所以如果你想了解911袭击这个 leader 是怎样去令到美国人走出困局呢，你就应该要看这本书。他会 share 很多给你看，给你知道的。是这么多，希望今天帮到你。